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各项决议之后续化，确保我国节能减碳相关措施能与国际接轨，令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主流逐渐从国际政治协商走向全球绿能产业的竞争合作。我国低碳绿能产业发展需掌握此趋势，适度调整方向，并增强发展力道，以强化我国的竞争力。